耶稣在圣殿里教导人，问他们说：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呢？大卫被圣灵感动，说：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脚下。大卫亲自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后裔呢？一大群的人都喜欢听他。他在教导的时候说：你们要防备文士，他们好穿长袍走来走去，喜欢人们在街市上向他们问安，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、筵席上的首座。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作很长的祷告，这些人要受更重的惩罚。耶稣面向圣殿银库坐着，看众人怎样把钱投入银库。有好些财主投了许多钱，有一个穷寡妇来投了两个小文钱，就是一个大文钱。耶稣叫门徒来对他们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银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，因为众人都是拿有余的捐献，但这寡妇虽然自己不种，却把她一生所有的全都投进去了。